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拯救一下初代奥特曼吧。哇，刚刚呢，小坤来到密室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初代奥特曼掉入了黑衣人的陷阱里面啊！你看，这个初代呢，现在被这个黑衣人挂在这个墙上面，看到没？哦，这可完蛋了！你看，这个黑衣人呢，现在是拿着枪。啊，来到奥特曼的身边啊，看到没？看来呢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把这个初代给救出来了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个黑衣人竟然发现我了，看到没？好吧，我们赶紧把他给消灭掉吧。走上来，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奥特曼给放下来啊？你看。哇塞，这个初代也是真够惨的啊！来，把它放出来吧。哇塞，完蛋！你看，这个小房子里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黑衣人呢？一定要小心点啊，不要被这个黑衣人打到了，因为他们使用的可是 AK-47 啊。小心点啊！哇，这个竟然藏在门后面，我看到他了。来，没了吧？好，我们赶紧把这个初代给救下来吧。你看，他两只脚被挂在上面啊。来，我们把它取下来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我是。